队友操作堪比演员是一种什么体验？周安，你他妈去哪呢你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有这么猪逼的吗？你给那路口堵住啊！我操！定啊，定他呀！我造死你，你知道吗？你跑什么东西啊？我全是 AP， 搞个毛看就好。哎，你也出 AP 是吧？那我可第一个装备出影魔刀了嘛！当心炸药！什么好处？人人有份。哎，我他妈没蓝吃 W， 我直播间没有三十秒就弹个广告。你要是这么讨厌的话，你建议直接把虎牙举报了。他妈的，坏了坏了，炸了炸了炸了！仇恨将沾满。哎，是我的，终究还是我的。哎，对不上，难受了。这人还会卡线，还会做线的，这屌的。他不要相信一个坏人，没出来。哎，寡妇红刷的，但是我这状态，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眼，有眼的话就拉稀了。坏了。不如在他野区里面玩捉迷藏。还他妈在追。是吗？你他妈去哪呢你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有这么猪逼的吗？你给那路口堵住啊！我操！哎，我伤害有点太低了，不行不行，伤害太低了，不关我事，不关我事，不关我事，应该是路过的。哎，伤害不够，不 A 到底，我又怕他直接 Q 好 Q 我，他 Q 的小兵一过来。有两秒半左右我才用的 Q， 我感觉拉开他绝对是他先 Q 我的。这天使他自己猪，他三个人头的优势，他玩 AD 天使早追着我干了，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玩 AD 天使，玩个 AP 天使让我出装备针对。好快的攻速！你别跑嘛，你不挺牛的吗？跑什么？哎呀，我操！
定啊，定他呀，我造死你，你造吗？你跑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哎，有闪，喊他妈难受，兄弟们！我好想一拳打爆这个屏幕，玩的火气好大。有闪。等待一个有缘人，看看我的有缘人是谁，看看我的心动女生是谁。一啊，小鱼人不算女生的。一二三，三个心动女生。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热血开火！不猖狂啦！就失去灵魂。也没闪是吧？是你闪了是吧？是你心动女生。操，跑这么快，死寡妇！兄弟们，我连银蛇币都是520了，看能不能再找一个心动女生。妈空的，老子操作都打不了，真的没有一点操作。春前我再出个功力圆刮，这把没必要出青雨。这天使不敢过来 A 五，我有影魔刀的，我影魔刀都没触发，他没大。老子就站上去怎么了嘛？操！先清一下中路线，大哥们。卡了，兄弟们，最近电脑太卡了，我都跟我表哥说了好多遍，我下班睡觉的时候别拿我电脑看片，老是拿我电脑看片，搞得我一直播电脑卡的要死，那筒子都连不起来。哇，好快的闪，没暴击，暴击他死了，来打死老子！怎么感觉队友开窍嘞？漫天飞雨，呜呼，牙炮双响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为了不让我表哥用我电脑看片，我个人建议有加表哥微信找他买鞋子，他忙起来的时候就不会用我电脑看片了，那我玩游戏以后不卡了，兄弟们是不是看得也舒服了？所以要买潮鞋潮服的话可以加我表哥微信，表哥微信 DIGG。 哎，我应该买功力圆，买青雨没用吗？护甲都没有的我买青雨干什么？虽然少20%暴击，但是大招好的是真的快。我要夺回先攻1800，伤害1800，偷偷了1680。哎，你不是你们团上路那小龙这么拿呀？哦吼，有人打我了。
要喂鱼不？要喂早点喂哦。讲述着我的故事。我啊！坏了呀，队友那边也捞了。被修烂了。这逼寡妇，他为什么不去把我们兵线断了？好怪物！秀他妈！能不能秀得过我？小子，他能留得住不？我们刚线那么多，不来拆可惜了呀。带完来自队友的认可，海洋之灾全国。我看一下多少伤害，不如上把，上把打了90000伤害。